继续呢，由舞蹈空间舞蹈团所带来的《金刚经》如梦幻泡影，为我们的闭幕之夜来揭开序幕。我来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舞蹈空间。舞蹈空间的舞蹈团呢，是台湾当代的舞蹈指标团队，成立的时间呢是在1989年。这是第三届国家文艺奖的舞蹈类得主平衡所创办的。这个舞团呢非常成功的发展，是媒合了多元连线国际的开放式创意平台，而成立了当今已经有25年，分别呢巡回了全世界非常多的地方，包含了台湾各地，还有美国、法国、荷兰、意大利、比利时、瑞士、加拿大、香港、日本、韩国等地方。全球呢这个巡回演出展演呢创作已经超过了700场。而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表演呢是《金刚经》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代表的呢是我们世间一切都是生灭无常，我们的心念也是生灭无常，用东方的肢体美学来展现禅意的现代舞蹈。各位长官贵宾，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舞蹈空间为我们带来的如梦幻泡影。应作吧，应作如是观，如是观，我不知道。